神使我们勇敢刚强，站立在他的面前，站立在你面前，你生命何等伟大，我曾宣告 You made me brave, You made me brave, You made me brave, 你呼召我心在水面更靠近你。 You made me brave, You made me brave, 我不害怕，因你的爱领我前进。You made me brave， 对了，神使我们的生命更勇敢与刚强。你呼召我心在水面更靠近你。You made me brave。
想找
召进入他圣灵河流的人，让我们走进圣灵水流里，紧紧跟。再次唱，你呼召我们，你呼召我们，更深的进入圣灵河流里，让我们走进圣灵。神的呼求，来呼求更深的呼求，我们呼求更深的呼求。对了，大声的唱，这是我们向神的呼求，一起来。来呼求更深的呼求，来呼求更深的呼求，我们呼求更深的呼求。Come on, 一起跳起来。神的进入森林和流离，让我们走进森林水流里，紧紧跟随你。我们举起双手朝你呼召，我们更深的进入森林和流离，我们渴慕你，我们走进森林水流里，紧紧跟随你。你呼召我们，你呼召我们更深的进入森林。深进入他的同在，在你圣灵河流里，圣灵水流里，紧紧跟随你。让我们高举我们的双手，数到三，开始向神来祷告。神今天将他的河流，圣灵的江河浇灌在我们当中，就是此刻，就是现在，我们领受，我们接受从神而来的一切。数到三，我们一起向他开口祷告，一二三，哈利路亚，希利欧德拉巴巴利耶德拉巴利希利欧，主，我们向你来领受，主，你圣灵的江河，主，运行在我们里面，主，运行在我们当中，现在充满。现在充满凡所需要的人，现在充满每一个干枯的生命，主啊，使我们的里面涌出喜乐，主啊，使我们的里面涌出江河，主啊，涌出那真正的活水从你而来。希利欧拉巴利耶，希利欧拉巴利耶，我们赞美你，你呼召我们走进森林。
圣灵带领我们。家付上代价，牺牲生命洗净我罪孽，主你恩典我别无所有，当我失丧你亲自赎回，我高举双手呼求怜悯，哦主，愿你同在金脚下。我高举双手呼求怜悯，哦主，愿你同在金脚下。献上我自己给你，有信心的唱。感谢你是加付上代价，牺牲生命洗净我罪孽，主你恩典我别无所有，当我失丧你亲自赎回，我高举双手呼求怜悯，哦主，愿你同在金脚下。我高举双手呼求怜悯，哦主，愿你同在金脚下。三真主啊，将我们自己生命一生献上给他，一二三，主啊，我愿将我们的一生献上给你。任何一个时刻，主啊，在高山低谷，在任何的时候，主啊，在任何的境况当中，主啊，不论我们当中现在的每一个人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中，主啊，但是我们愿意献上，主啊，这是我们一生的祷告，主啊，这是我们现在到永远的祷告。求你使用我们，我们献上全所有。是你，拉巴巴利亚的斯里亚，拉巴利亚的斯里奥拉巴利，是你，拉巴巴巴巴的斯里亚，拉巴的斯里。哈利路亚。我高举双手。
就怜悯我主，愿你同在即将下。我高举双手，我高举双手，不求怜悯我主，愿你同在即将下。在这场我高举双手，我高举，我高举双手，不求怜悯我主。大声一点好不好？ I surrender all， 使命交托于你。 I surrender all， 全为你而活。 I surrender all， I surrender all， I surrender all， 全心跟随你。 I surrender。不管前面后面左边右边，大声来向他唱。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当你来到殿中的时候，你就是来到那祭坛上。在那祭坛的时候，你要献上什么当作祭呢？在旧约里头，献祭时就是使整个的动物摆上去，是完全的献祭。在新约当中说，我们是成为那一个新的活祭。你真的是一个完全的摆上吗？还是常常我们就是有那一些的保留，有那一些抓着我们放不掉的？早上不要让这首歌只是一首歌，让这首歌是你一个深沉的祷告，说主啊，我要完全献上给你。Amen。 要说主啊，就求你来用我，求你来焚烧我，求你来对我说话。让今天早上不是你来听，你知道这个，我今天早晨一直在灵修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殿，说祷告的殿，那祷告的殿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最重要的一块，就是因为上帝他期盼能够与你有面对面的机会呀。Amen。你听得懂这个的重要性吗？他不是说我要你来拜我，因为我是神。他说，孩子，我要你来，因为我要与你面对面相遇沟通的时候。 Amen。 所以不是只是他要对你说话，所以聚会当中的时候最美的就是你要对他说，然后他就会对你说。所以有没有注意，是你先对他说，后面才是信息他会对你说，然后才会是祷告，是你在对他说。了解这个吗？所以不是你来听，很多人就说我要去教会听讲道，那你完全完全不了解上帝希望与你所发生的事情。上帝说，今天你来了，孩子，我要对你说话。你要准备好，孩子，我要对你说话，但是你到底需要什么？你要先对他说。举起你的双手，让我们就来祷告，再一次把自己献上给他，好不好？把自己献上给他。数到三，我们就一起同时开口来祷告。一二三，我们来祷告。好，大声一点好不好？主啊，我们在这里，主啊，我们要献上当作活祭。
主啊，我们要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们要献上当作活祭，谢谢你，赞美你耶稣，赞美你耶稣，赞美你耶稣，哈利路亚，主耶稣啊，谢谢你，主耶稣啊，我们就在这里毫无保留，毫无保留，毫无保留的摆上，主啊，就求你今天也对我们来说话，标明你对我们的心意，带领我们的道路，让我们清楚，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看见，让我们越来越了解你对我们的心意，我们的命定到底是什么？上帝，今天就求你来充满我们，用你的灵来充满我们，用你的灵来浇灌我们，用你的灵来翻转我们，提升我们。谢谢你，赞美你耶稣。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连紧我的手，主，连紧我的心。说这是祷告的手，这是祷告的手，一起说这是一个神迹的手，这是一个神迹的手，一起说这是一个怜悯人的手，这是一个怜悯人的手，一起说主啊，请你用我，主啊，请你用我。弟兄姐妹要相信上帝要使用你。 我一直很深的相信，他说神迹其实将会随着那相信他的人。 Amen。 我一直一直相信在我们教会当中将会是兴起一批那一个祷告的勇士跟一个神迹奇事的勇士，在我们的教会里头就要将被兴起出来。 Amen。 已经正在发生，你知道吗？ Amen。 已经正在发生。 我听到好多好多好多的见证，上个礼拜就在小组里头，就在天晴哥他们的小组里头，众人在那边祷告着，就祷告祷告祷告里头，六个人就在那小组当中，在祷告里头追求圣灵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就得着方言了，就在小组里头就这样子发生了。因为意思就是说，不是等到烈火特会才能够被圣灵充满，是无时无刻都能被圣灵充满。在小组里头你能够被上帝来触摸。 我听到很多的见证，所以我相信一样事情，上帝在我们当中一直在行奇妙的大事。这个礼拜四的时候，如果你有来祷告会，就听到我们姐妹的见证，她就说她原本因为天生的状况，所以她的膀胱是普通人小，只有150cc， 但是当上帝他就发现他去检查的时候，上帝医治了他的膀胱，已经恢复到了是到500到600cc 的一个的状况了。拍掌，要大声的拍掌。更奇妙的是他两颗肾，但是只有一颗肾的功能，所以每一次去检查就只有一颗肾的功能，但是他这一次再去检查的时候，医生就说，哎，你两颗肾都非常的健康啊。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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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神的百姓， Come on。 哎，这不是青春痘消失，是一颗肾恢复的。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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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也要说，他不是一直上台祷告，他就是在台下
在那么众人在那边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上帝就医治了他。Amen. 有多少人相信今天会有神迹发生呢？ Amen. Amen. 所以再一次我要祷告两件事，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你在经济上面有状况，今天我是特别为经济要来祷告，我要为你的经济要来祷告，让你的经济需要有一个的突破。Okay, 就是现在你正在一个转接的地方，可能是在你的工作，可能是你现在有债务，就在经济上面的一个压力。 OK, 你在经济上面有一个的压力，你需要有这突破，要为你来祷告，上帝要给你一个神迹。三个人相信这一点的哈。 OK, 张牧师不是就一直叫我们，我们要一直眺望，是刻意要去眺望。所以我再一次说，我真的我相信在经济上面会有一个神迹。第二个就是在身体上面带着疾病来的，我们来祷告好不好？ 有人问说牧师啊，真的为什么我最近敬拜赞美当中我们就一直要有祷告？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耶稣没有说这边会是一个敬拜赞美的殿，他说这是一个什么地方？祷告的殿。什么地方？祷告的殿。这是一个祷告的殿，我们要与他沟通的地方。Amen, 所以 come on, 所以我们如果今天你有带着疾病来，等一下你也举起手来，然后旁边的人都要过去去为他们来按手，好不好？就等一下就问他们一下。所以今天我再一直说，经济上面的压力，工作的压力，跟那个你在身体上面有带着疾病来的，可不可以举起你的手？现在举起你的手来，举起你的手来，旁边人过去去为他们来祷告，好不好？去问他一下，问他一下，去问他一下。然后呢，有人为你按手的话，就可以把手放下来了，可以吗？在我们这一边的哈，在这一边的还有人在举的手，在这边有人举着手。如果有人为你举手按手，就可以把手放下来了，可以吗？我们就要为你来祷告。数到三，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操练这个的信心。Amen。你假如说你没有为人按手，你就举起你的手，为着旁边，你就看这么多人在那边，你就为着他们来祷告，求上帝现在来释放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数到三，一起来，一二三，我们开始来祷告。哎，大声一点好不好？弟兄姐妹众人，我们就开始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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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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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赞美你耶稣，赞美你耶稣，主耶稣啊，耶稣啊，耶稣啊，医治，医治，医治，再医治，谢谢耶稣。谢谢耶稣，突破再突破，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求你现在来，现在来，现在来，现在来。耶稣啊，我看见主要有人他们现在正在卡住，正在那一个的阶段，他们不知道要做什么样子的决定，正在这转泪点的时候，上帝啊，就求你在这一个礼拜给他们一个清楚的带领，让他们知道到底该做什么样子的一个决定，让那个机会就要来了，让他们需要找到的那一个好像一个 missing piece, 就失去的那一块的拼图，这个礼拜就要进来。主耶稣，让我弟兄姐妹他们这个礼拜需要有案子进来，求求你把那案子给他们，需要有资金进来的，这个礼拜上帝啊，求你给他们那一套的全员滋润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今天那医治的双手按在众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我就是祷告那从头到脚，上帝啊，所有疾病的灵要离开我的弟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疾病我吩咐你现在就要离开。那一个医生没有办法找出来问题的，那一直在发烧的，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的烧现在要离开，这个的疼痛现在要离开，奉耶稣基督的名，癌症我吩咐你现在离开我的弟兄姐妹，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妇女的疾病现在要离开，那一个的囊肿要离开，肿瘤要离开，奉耶稣基督的肾脏要恢复它的功能，肝脏要恢复它的功能，奉耶稣基督的名，主耶稣，白血球要恢复了，白血球要恢复了，血小板要再一次恢复到正常的数字，奉耶稣基督的名，那一个胃溃疡，那一个胃痛的毛病要得着医治，
就在今天，等一下去吃午餐的时候，他就要发现就不一样了。奉耶稣基督的名，那一个喉咙的痛，一个咳嗽一直没有办法的，现在要得着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就是吩咐那从头到脚那一个弯的脊椎，那一个 S 型的脊椎要变直，要变直，现在就要变直。谢谢你，赞美你耶稣，赞美你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阿们， Amen。 哎，大家听我说，因为有的时候你们没有想到哈，如果在最近上帝有给在经济上面给你极大的祝福，你要出来做见证。如果这个礼拜为你祷告，你的工作上面有大的突破的话，下个礼拜要能够来做见证。那今天如果有人 你发现到你的病有得着医治的话，你要能够来 做见证。所以 我要问一下，刚才在祷告当中的，或者在这几个礼拜里头的，在经济上面你有得到突破与祝福，或者是刚才你在祷告上面你的疾病有得到医治的，疾病有得到医治的，数到三把手举起来，我们看一下好不好。你现在试试看，动一下，来，一二三，可别把手举起来，把手举起来，阿们阿们，把手举起来，举高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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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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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可不可以，这些有见证的人，你们可不可以到前面来，帮我们来做一下的见证，到前面来帮我们来做见证，好不好？刚才你有举起手来，你有说上帝有医治你的，到前面来做见证；你有说上帝有给你突破，到前面来做见证。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你是我们的贵宾，让我们送你一份礼物，让我们能够来欢迎你，好不好？所以请第一次来的弟兄姐妹，数到三的时候，可以请你从座位上面起立了吗？来，一二三，请新朋友起立，好不好？欢迎，欢迎你，欢迎你， Amen， 欢迎你，欢迎欢迎， Amen， Amen， Amen。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福音新闻。各位爸爸妈妈们，还记得上次的多肉植物王国吗？这次的 Top Kids 亲子加油站，我们会带着小朋友做出创意动力车，时间为4月29号下午1:30到3:00，地点在卓越美和堂国际会议厅。欢迎家中有大班至4年级的小朋友与家长一同来参加，只限定16对亲子。聚会结束后赶快来报名。如有相关疑问，请洽询02-6628-4530杨姐妹。
谢谢我们的同工帮我们准备的影片，很重要的就是因为、还是有很多人开错，就是会开到中央路。当你邀请新朋友来的时候，当你说啊，就去小碧潭捷运站，我们那边有停车场，一定要讲清楚，说要从环河路走，因为当他们 Google 的时候，就会带他们去中央路，但是那一边不是我们进来的路口。那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 大部分都已经知道我们该怎么样子来停车，但是就是为了新朋友，你可以让他们知道这个未来该怎么样子的停车。那 我也是想借由今天的机会跟大家报告一下最近我们整个的建堂的状况。那 很多人以为我们已经建完了，还没有建完，跟旁边说还没完毕，所以跟大家有一个最新的报告好不好？好，那我就跟这三个人说就好了，好不好？ OK 好、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最近 IKEA 的状况。我想给大家一个的时间表，让你们可以知道我们最近的状况。第一个哈，在这边我们已经写出来，就是四月下旬他们就会开始做那他们的地板的整理，因为他们是没有用地砖的。那假如说你仔细去看，我们楼下那边是地砖，他们将会把那些的地砖全部都打掉，所以四月下旬就代表说这个的第一步的工程在四月下旬他们就已经会开始去做了。那这个的地板打完之后，他们在十月他们就会开始做他们的内部的装潢。十月开始做内部的装潢的这个的期间，十月、十一、十二、一、二、三，大概六个月的时间，五到六个月，他们的装潢就会结束了。那就代表一样事情，如果你的小组通常是用五楼在那边小组，大概最快就是四月下旬，我们五楼那边就不能用了，大概最快哈。但是如果最慢的话，就是十月。你们五楼的小组，我们五楼那一个的区块就不能用了。很多人还不知道，但是让弟兄姐妹知道，五楼那边本来就不是我们的场地，是人家借给我们的，我们就说你们没有用，就先让我们来用一下。所以大概五楼那一边的小组马上就这个四月底五月或六月可能就不行。那羽毛球队也麻烦你们，可能要去找新的地方去打羽毛球了，非常抱歉，但是因为那边本来也就不是我们的地方了。感谢主哈，我必须说我们要献上感恩，在过去五年的时间，我们免费了用那一块的场地这么久的时间，哎，该不该献上感恩的？明白吗？也就代表说，大概我们的停车场在这一年当中，他们就会变成是需要付费的停车场了。那到底要付多少钱呢？我不知道，啊，对不起，因为这也不是我们负责的。但是就是以后会是一个付费的停车，就使用者付费。我觉得也要非常非常感谢上帝哈，因为在过去五年的时间，我们可以这个样子免费的停车，阿门吗？因为五年的免费停车，付费其实真的是正常的，跟旁边说是正常的。好，所以三月啊，这个卖场商品进来，大概六月 IKEA 就会开幕了。明年的 IKEA 在六月就开幕，就是说以后我们这个聚会结束之后，五楼就会是所很多的餐厅。它五楼就是它叫做主题式餐厅，有食物街，有不同的餐厅都会在五楼，有几间我不知道，但是大概一楼到二楼会是 CityLink 就是负责在南港跟在还有什么内湖的百货公司叫做 CityLink， 你们不知道自己去 Google 一下没关系。一楼二楼是 CityLink， 三楼四楼是 IKEA， 五楼是食物街跟主题餐厅，六楼是神的家，神迹的地方，天门敞开的地方，阿们。因为所以说真的哈，这个的百货商场很普通，但是因为有了神就不普通了，阿们。 Amen， Amen， OK，
所以 我们蛮兴奋让大家知道这个的状况。那同样的也让大家知道在我们美和将会发生什么。我们大概也会开始重新装修我们的整个的地方，不管是我们的办公室也好，跟我们的前面的大厅也好，还有我们的这 一些的区块，因为现在我们都叫它很难听的名字，就是 每一次说在什么地方聚集，我们就说去这个男女厕前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更好的名称，就是你去哪边男女厕，那或者哪边女女厕，这真的是蛮难听的这个的聚集点。但是我们基本上现在我们的走道是我们大概会重新的把它给装潢一下 OK。 所以这是我昨天晚上有一点无聊，我就自己手画的一些的OK 哈，当然不是啊，当然不是 OK 哈，这是大概我们接下来的计划，大概走到我们会做一些的转化，让大家看到它是会有一些的新的一个感觉，还没确定，但是大概会是朝这个方向。然后这是我们未来的咖啡厅，我们会做出咖啡厅在外面的区块，所以。以后不会就只是这个样子比较简陋的。在过去五年真的非常谢谢弟兄姐妹的忍耐，我们在过去的五年就一直说哎，这个百货公司快开了，所以我们慢慢来，还好不像是反攻大陆，明年就反攻大陆同样的问题哈，一等就30多年。但是现在终于我们大概在今年我们也就会把我们的咖啡厅，但还不会这么快，就是 IKEA 他们开始装修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装修这个的咖啡区域，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整个的教会未来我们的书房也会整个的改变。我们会想说在里头也有一些的咖啡的吧台，可以坐在里头看书跟喝咖啡。那当然你不想喝这边的咖啡，你就可以下去喝比较贵的咖啡，但是就是大家就知道在这边的选择。我们想让大家知道，然后更兴奋的也就是在过去这一段的时间，我们的建堂奉献只剩下9700万了，9700万，从10亿到9700万，我们这是一个值得兴奋的。像弟兄姐妹，我就想要鼓励大家，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在这最后的一个的阶段里头，我希望鼓励你一定要参与在建堂里。我想问一下，有多少人你有参与建堂奉献的，可不可以挥挥手？有参与过建堂奉献挥挥手，感谢主啊，很多的人都有参与过建堂奉献。我要说在生命当中，哎，你因为参与建堂奉献你有蒙福的，也可不可以挥挥手？有挥挥手，我知道我有，我一直在上帝的面前，我一立定心志，每一年我都知道我一定要摆多少的钱进到建堂里头。虽然钱不多，我的钱不多，但是，我就一直跟上帝说，上帝啊，我一定要参与在你的建堂里头。你知道我的这个概念已经多久了吗？我从三明堂还有欠债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一直的参与在这里。我就一直说，每一年我都说我要把钱摆到建堂里头，因为我知道一样事情，当我们建造神的家，神会建造我们的家。阿们吗？所以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起立，就为着教会，为着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为着我们的建堂奉献，我们就来祷告，求上帝也给你一个感动，就是你这一次要奉献多少。我很感动啊，这个杨友明牧师他们的教会在4个月里头，他们1000人他们就募了3亿，3亿哦，4个月募了3亿，他就是平均一个人是30万，平均一个人差不多30万的奉献。我没有叫你们奉献30万，大家不要紧张，因为我讲了你也不会做，不要紧张，不要紧张，要奉献多少是神跟你说的，千万不是一个人跟你讲，人话没用，神的话才有用。 OK， 神跟你说的你去做就会蒙福，如果只是因为牧师跟你讲你有压力去做，不会蒙福的，神跟你说了你去做就会大大的蒙福。我们就来做一个的祷告，为着教会，你看到没有，就未来会发生的哈，
百货公司 IKEA 食物街这个停车场，我们的新的咖啡厅的区域，还有我们很多其他的教室，我们现在设计以后三明堂我们也会把它变成是一个教育大楼，我们现在还是在准备当中，会把它整个东西 重新的设计一下。让我们就来祷告，重点不是硬体啊，硬体要代表的是我们里头的软体要被改变，我们的人也要被翻新啊。阿们吗？人要被翻新。他说人的骨头七年会全部换一次，他就会新陈代谢掉人的骨头。我们要求上帝一直改我们，改变我们，不是活在过去的旧的恩膏、旧的玛纳、旧的油、旧的酒，要新酒新油新皮带。我们举起双手，我们来祷告好不好？来，一二三，来。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在这边就献上感恩。主耶稣啊，就是为着教会来祷告，上帝要让我们的教会要走到一个新的阶段。主耶稣，祝福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奉献上面也要经历到你。谢谢你，赞美你，耶稣。耶稣啊，祝福我们在建堂的这个阶段，让每一个人在建堂里头的时候都能够蒙福。谢谢耶稣，赞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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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上帝啊，当 IKEA 来的时候，主耶稣让我们能够得着更多的人，得着更多的新朋友，他们走进来的时候就要发现在这边最吸引的不是百货公司，但是是教会。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我们一起来做信心的宣告好不好？来，我是口甜脸甜心甜的人，我没有阳光非使徒的生命，我们要建立健康行善宣教的教会，我是一个。阿们，给上帝一个欢呼好不好？哈利路亚，阿们。弟兄姐妹请坐。